是个宝贝，谁找到了谁不累，大姐夫啊，你这干嘛呢？不是巡夜呢？哦，巡夜呢？啊，往那边巡，千万别回家啊！哎，你回来，这怎么还不能回家了呢？千万别回家，王丽丽在咱们家堵着你呢。王丽丽啊，一号楼那个王丽丽。对呀，她堵我干啥呀？堵你干啥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她家窗户上面安了个探头？对呀，你为什么给她安个探头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。情况是这样的，顺风啊，他呀前几天呀跟我们说夜里边啊发现有人呢偷窥他，哦，完了我们就加强了巡逻，也没有找到这个偷窥的人啊。后来我出了个主意啊，我说不行啊，在他窗户台底下装个探头，这样就可以抓到那个偷窥的人。你抖什么机灵啊你？就你聪明啊你？他不是来报案吗？啊，你就拿着手电，你象征性的你照照，没有告诉他不完了吗？那不行。人家业主有要求，我们物业就得满足嘛。你就认真吧，你就，哎呀，还你多了不起是不是？那么王丽丽，养这么大一条大狼狗啊，我得天天在小区里溜来溜去，溜来溜去啊，那是人见人怕，狗见狗跑啊。就连她老公都选择暂时和她分手了。你惹她，我钱顺风在咱们小区谁不敢惹呀？我还真不敢惹她。哎呀，那怎么的人还得讲理呀、啊？他讲什么理呀、啊？我就够不讲理的了，他比我还不讲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顺风，其实王丽丽那个人挺好的，就是脾气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性格比较强，比较爱面子。我跟你说，情况是这样的啊，她跟她老公结婚这么多年啊，俩人一直没有要上孩子。对啊，心里面本来就不痛快，这不养了一条大狼狗吗？就把这条狼狗当成自己的儿子养。你说怎么那么怪？这个狼狗啊，别人谁都不咬，专咬她老公。她老公就跟她说了：“你是要狗啊，还是要我呀？”对呀。后来王丽丽跟她老公摊牌了，说这么着吧：一是狗留下，你走；二是你走，狗留下。不是，他这两条一样啊，我听着都是狗留下呀。可不嘛，把老公给气走了，俩人这就分居了，明白了吧？哦，不是。他家里闹闹去呗，他干嘛那么恨你啊？他那么大一条狼狗、啊、往外边一溜，那街坊邻居能干呐？是啊，我就找他去了啊。我说不行啊，咱这个小区不能养大型犬。是啊，国家是有规定的，规定啊，你必须弄走啊。后来我就逼着他呀，把这个狗啊放到他老公家去了。他老公住郊区，那儿能养大型犬？就为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弄狗那天拿着勺子，差点没把我脑袋给我开了，见着我就跟仇人似的。这我就明白了，他这是恨你了，他是要报复你，你更不能回家了。听着，哎，大姐，那个王丽丽走了是吧？没有，还没走呢。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惹祸了？没有啊，还没有。王丽丽在咱家呢，你干嘛往他们家窗户上装一探头啊你？哎呀，我寻思什么事儿呢？这个我跟顺风都已经说过了，情况是这样，他呀说有人晚上偷窥他，我们就装个探头想发现这个偷窥者。哎呀，你做的确实是对呀、啊、可是王丽丽不这么认为啊、嗯、说你偷窥的，还说你是流氓。哟，升级了啊，这怎么还胡说八道呢？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哎呀，你就别去了，在这儿待着吧，他什么时候走咱什么时候回家。咱惹不起，咱躲得起。是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哎，赏月呢？啊！月，
赵刚子，我跟你没完。丽丽，丽丽，丽丽，我，丽丽，丽丽，哎，哎，对，别，我，哎呀，过得了初一，你过不了十五，今天就是十五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王丽丽，我可没躲你。你没躲我，你没躲我，你们全家都躲到院子里来了啊！来吧，说说咱俩的事儿。你俩有啥事儿啊？对，是他，无情的。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弄走。你儿子啊？对对对，就是他养那条大狼狗。啊啊，是他无私的把我的隐私给公布于天下。啥意思啊？哎呀，他不是装了个探头吗？你不是王丽丽，装探头那不是为你的事儿吗？你不是说有人偷窥吗？我们就是找这个偷窥的人，就是还没找到呢。哈哈哈，你装的探头挺有成果呀。没什么成果呀、啊、我已经到咱们的物业 啊查看了这三天探头的记录。哦，这个偷窥者抓住了。抓住了？谁谁呀？就是他。他我说丽丽啊，这可不敢胡说，咱得有证据啊。对，你不能胡说呀。证据铁证，我每天9:30是我洗澡的时间，这个时候他准时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溜达去。第二天9:30正是我洗澡的时间，这时候呢准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溜达去。不是，你还是谁？哎，等会儿我问问他，你别急啊，你过来。他什么时间洗澡？你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呢？情况是这个样的啊，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洗澡啊？不是，怎么这么准呢？9:30你就在那儿出现了，这不赶巧吗？我们就是9:30巡逻吗？你是知道的。哎呀，说鬼话骗谁呢？我现在的探头都是高清，闹不好还是3D 的呢。我告诉你，丽丽啊，你知道吗？在自己家里啊，在自己的卫生间里，是我们是非常开放的，是都这样。他们已经全看着啊！我问你，你看了没有？我看什么？我那墙那么高，我哪儿看见？我这我没看，我也没看着啊！我跟他说，你坐着，丽丽啊。丽丽，你可能真是误会我大姐夫了。我大姐夫这个人不会那些个乱七八糟的，他装这个探头啊，他就是为了抓偷窥者，他是关心你。哎，对呀，你看我跟刚子吃完饭呀，每天9:30刚子陪我看电视，你说为了关心你，把我都给牺牲了。你也说两句，这不是为了关心你吗？啊，你心里有我呀？怎么没有啊？这两天我想的就是你的事儿。要是这么回事的话，你早告诉我呀！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有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的。我也知道，现在很多夫妻啊，生活时间久了，爱情就会变成亲情。你是不是把她当成你妹妹了？哎呀，没你的事儿。刚子，我现在对你，对我所做的一切，瞬间合理化了。你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弄走，你不就想让我属于你一个人吗？你想尽办法在我的窗户外边安上探头，你不就想无时无刻的看见我吗？哎，监视器里你看还看不够，还要到现场来看看真人秀。别哎呦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哈、啊，那个王丽丽啊，你听我跟你说、啊。别解释了，别解释。我知道，一个女人，她长得漂亮的话，是会遭到男人非分之想的。不是，你听我懂。你听我跟你说。不要再解释了，特别是捅住你老婆的面，这很不好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。行了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谁让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呢？哎呀，这年头有魅力女人王丽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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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站住！
我跟你说啊，我对你这份自信，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谢谢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每天晚上去你那儿，包括给你装那个探头，都是为了抓到这个偷窥者。哎呀，抓什么偷窥者呀？你不就是偷窥者吗？怎么我还是我不是偷窥者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就算没有偷窥者，行了吧？什么叫就算没有啊？就哎呀，你不要再解释了，不要同着你老婆面说，跟人家留个面子，大家都是女人。哎呀，没有偷窥者，行了吧？怎么样子？你给我说说偷窥者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没有，人家都说了，没有偷窥者吗？怎么没有偷窥者？没有偷窥者，我忙什么呢？我。偷窥者在哪儿呢？你告诉我。对呀，咋了？没有就完了，你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？你怎么的？啊？偷窥者抓着了啊？谁呀？有偷窥者。明白了，你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。你看，你看了吧？真有。王丽丽，你过来。哎呀妈呀！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让你看看偷窥者，是不是特恶心啊？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流着哈喇子那种。哎呀，你过来看看，你过来看看，他真流哈喇子，天天流，你好好看看吧。谁呀？我儿子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子呀！哎呦，他肯定是想妈咪了，他肯定是想妈咪，原来是他呀！你说这么远的路途，他能来看我，他肯定是想我了。嗯，不是，这不奇怪，老狗识途啊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。来，怎么的？啊？还有第二位偷窥者？哎呦，啊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明白了，把照片给我发过来。天哪，暗恋我的人怎么这么多呢？你说这女人有魅力？来呀，王丽丽，来，这个人暗恋你暗的不行了，快来看看吧，来看看吧。啊！又一条狗啊！我老公。我跟你说啊，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。你老公啊，对你不放心，就天天带着这个狗过来看一看。那他怎么不进家门呢？不是，我说你呀、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大的脾气呀、啊？来来来，王丽丽，你过来，你坐着。王丽丽啊，哥得说你两句，你不能这么大的脾气。对，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这么大脾气，你老公他敢进家门吗？人呐、啊，不能老停留在自己那个感觉中，你得想想别人，理解理解别人。你说你天天没事拎个大狼狗在院里边溜达，街坊邻居能不怕吗？你说你让那大狼狗跟你老公 PK， 你老公能不怕吗？你说今儿这事儿你非说我爱你，我能不怕吗？原来你这么怕我呀！我一定要改。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确实有魅力，但是我现在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把魅力只给我老公一个人。哎，好吧，我一定要改的，你们以后看我。好好好好好，我走了，快走吧，老公等着你呢。对，快去吧，走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刚子，不就叫你呢，叫你快点，怎么的？刚子，哎，来，啊，握握手。哎，真的。对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特别抱歉，没事，我要跟你说声、对不起。没事，不要紧。但是，我要表扬你，你的审美是最棒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妈呀，真受不了这个刺激，吓死我了都！吓死！行了，没事了、圆满解决了，都回去吧。啊，赵刚子。我求你件事儿呗，怎么的？以后工作的时候别总把自己搭进去，你呀就是个。真好看！哎，你看，这啥？呀，这有买的呀！啊，哎，你咋叫我爱吃这个呢？不是给你买的，搁我爷那偷的。你偷你爷东西来给我吃啊？我不要。只要你爱吃，我管他是谁的呢？我奶要是活着，他
东西我都敢偷。能不能不吓唬我？对了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啥事？是不是你跟我闺蜜说的是我男朋友啊？我没说我是你男朋友，我说你是我女朋友。那不一个意思，那不一个，谁让你说，谁让你说？不是，哎，打吧，打吧，真得劲儿哎！王小倩啊，你说你到底爱上我哪儿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那你不喜欢我哪儿？我整还不行吗？那你得推倒重建。你知道我心目中的男神是啥样的吗？啥样的啊？那得像我大姐夫那样的，热心、善良、有担当。你大姐夫那些特点我都有，热心、善良、有大当。哎呀妈！我听你说话怎么这么闹耳朵？啥大当啊？那叫担当。啊，对，担当，大当和担当他俩啥关系啊？哎，我跟你，我去说不清。我大姐夫来了，我让你看看啥叫担当。啊，我学学。街坊邻居们，今年夏天热不热呀？热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尤其是上岁数的啊，晚上睡觉可不能整宿整宿的开空调，知道吗？吹一宿啊，容易把身体吹坏了。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，我媳妇大米粒啊，在超市煮了一锅绿豆汤，欢迎大家去品尝，免费的啊，好不好？大姐夫，哎，王小倩说她学你啊，大姑父学我啥呀？你刚才那套业务我都行，真的还是假的呀？真的。你要能行的话，我可欢迎你到我们物业当义工啊。哎，别吹牛啊，你要会啥，你给大姐夫展示展示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姑父，小倩儿。献丑了，来，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啊！大热天的都晒屁了吧？晚上回家睡觉啊，赶紧把空调关上，要是着凉受风就完犊子了。我媳妇小米粒啊，说谁是谁是你媳妇啊？不是那个赵刚的媳妇儿，小米粒大姐，我大姑啊，在超市熬了一锅大绿豆粥啊，老好喝了，免费的，赶紧去喝，不喝白不喝，白喝谁不喝呀？谁要不喝就纯大傻子。看你才大傻子，我行吗？我是王小倩啊，我像你这么说吗？啊，他让我学你吗？你这学我了？这是演小品呢吗你呀？啊，你可真能行啊你呀！啊，你没学好，再接着学。爸爸，哎呦。哟，妹妹。哎呦，甘子哥，你来呢？哎呀，这是在妈买菜去了。啊，可不嘛，买点。哎呀，你说月月啊，我跟你说呀，一个人拿这么多可不行。怎么老公出差了？哼，前两天出差去海南了。哦，哎呦，他不是身体不好吗？没事吧？别提了，这天天喝大酒，身体还能好啊？刚到海南。就水土不服了。哦，哪跟您似的呀，身体这么壮实。哎呦，那个你把菜给我，我给你送回家去，好吧？这么大哥，你帮我抱宝宝吧。啊，我们家大宝贝儿可喜欢刚子叔叔了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来，叔叔抱，叔叔抱。哎呦，这宝宝，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呀，你看这宝宝长得多好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越长越好看了，真的，你看。得了吧哥，啊，你说我们家宝要长得跟您似的浓眉大眼的多好啊，可惜了了，跟他爸似的鬼头蛤蟆眼的。看你这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邻居都把我大姐夫当亲人了。这有啥呀，不就抱个孩子吗？你理解问题咋那么肤浅呢？让我大姐夫跟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，就是帮抱抱孩子那么简单吗？那啥关系能咋？我就真就不信了呢。嗨嗨，新月妹妹，想谁呢？露露。啊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露露妹妹，你买菜去了？啥眼神啊？这是花，你长得跟菜似的，长得跟撇了嘎的似的。你老公在家没？我老公在不在家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他身体没问题吧？他身体再有问题也轮不着你呀。没问题就好，我帮你抱孩子吧。我说行行行行，你再碰一下，我不告诉我报警啊！
大姐，不，别害怕啊，他不是坏人。哟，你不是赵刚的小姨子吗？啊，是啊。你也加入他们团伙了？那什么团伙？没团伙，你误会了。那个他就是挺稀罕孩子的啊。对，那个露露妹妹，我就是看你抱孩子太辛苦了，想帮帮你。你说这孩子长得太磕碜了，像他爸似的，鬼头蛤蟆样的。长得像我多好哈，可爱、善良、慈祥。你看我这面容。你说谁鬼头蛤蟆样的？大伙看看，就他这样人说别人鬼头蛤蟆样的，就他鬼头蛤蟆样的。还是搭理他自己长什么样，说这个鬼头哈密眼那个鬼头哈密眼的。大妹子啊，我好心跟你说一句，离这样鬼头哈密眼的人远一点，让你爸你妈你大姐夫省点心吧啊。你瞅啥呢？就说你呢。谁鬼头哈密眼啊？谁鬼头哈密眼啊？咋的，哇，我的形象都被你影响了。你瞅你刚才鬼头蛤蟆眼那出，你看你不像好人。哎，大姐夫来了，大姐夫，哎，你来，就干啥？你站好了。干啥呀？看见没？这叫站有站相。你站起来，我看。你瞅你前挺后撅，你整个一个二师兄。有人打你？哎呀，大姐夫，你过来。啊？你坐一下。啊？干啥呀？坐一下。看见没？这叫坐有坐相，男子汉不怒自威。你坐一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我整个一个忍者神龟。大姐夫，啊，你再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哎呀，女人寡料，你笑你就笑。哎，看见没？这叫满面春风。你笑一下，我看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整个一个黄鼠狼成精。哎，怎么了吧？怎么了？你妈又跟我急眼了，说这回说啥也不给我留脸了。我这回跑得快，要不然现在早就被他捏扁了。爸呀，你是不是又藏私房钱让妈发现了？哎呀，爸呀，你说你怎么老藏私房钱呢？啊，每次藏了私房钱，妈发现了都跟你嚷嚷，不行。爸，这样吧。干脆把钱都交给我妈得了。那我要走街上，我遇上个朋友、老同学、老同事啥的，这手里有俩钱不方便吗？那怕啥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需要钱的时候，你跟妈要，妈一定会给你的。另外，你来了朋友了，让妈来替你招待，兴许招待的比您还好呢。爸，可别跟妈生气啊。妈不容易，这么多年就一直心中只有你一个人呢。是，您想想，她为您生了三个女儿，多不容易呀。是。啊，那我回家跟妈认个错好不好？行，你爸这辈子本事不大，最拿手就跟你妈说软话。真的，我回家咔嚓往那一跪，我能把那小心脏给跪击碎。行，好好好。哎，看见我大姐夫的本事没啊？批评人都叫人憋气而来，满意而去。哎，爷爷你去一遍去。跟老丈人哪去了？我请他吃大餐。哎呀，王叔，你能请我爸吃啥大餐呢？大白菜炖大豆腐。哎妈，这么看我干什么？跟你开玩笑。我这个退休金又涨了，吃什么点什么。我请他喝酒去。爷，你要钱有啥用啊？我要是你的话，都给黄奶奶。黄奶奶是谁？就是你上回下河里边把咱孙子捞上来，上咱家感谢你那个。黄小娟，老黄太太，我疯了！我把咱家钱搁他家，我怎么了？我有水呀、啊、我。那可他心里边装的都是你呀、啊，还为你生了三个孩子，多不容易呀、啊！你胡说什么？他什么时候给我生三个孩子？不是，你说你是他生的得了呗？哎呀妈呀！我下辈子要是你给我当孙子，我都是你亲孙子。我需要当孙子，气死我了，扛不了了。别吧，你这是。不是王小倩，都不是我说你，你那个脑袋就为了戴帽长的。不，你让我学大姑父的吗？我跟你说，王小倩，这大姑父得说你两句了。男人就得像个男人，胸脯挺起来，对吧？另外，你有时候表达爱情的那个方式，确实有那么一点缺心眼儿。不是，他让我学你，说要嫁就嫁你这样的人，不然的话，你连机会都没有了。那我也不是刚才你学那样啊。我说的是你那个表达方式有问题。有啥问题呀、啊、还没问题呀、啊、你看有问题吗？你来大风瞅有问题吗？你来
小米粒啊，小米粒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，要哭啊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啊，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，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，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。王小倩，王小倩，行了，还没问题啊，你这么表达，哪个女孩也受不了。刚子，刚子，妈叫你回家吃饭呢。你大姐来了，我给你学学啊。我要像你这样，你大姐都受不了。真的吗？你不信，你看呢。大米粒儿，大米粒儿，我爱你哦，我爱你。刚子，你咋的了？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，雨水泡不坏你那美丽的面颊，下水道啊冲不走我那壮实的大米粒子。我卡住了。嗯啊，哎呀，咋的了这是啊？王小倩，你现在知道你究竟缺啥了吧？我缺吗？能修好吗？别着急，马上就好，小问题。哥，你看亮了吧？哎，还真好了，还真好了！快，下来歇会儿。哎呀，志远呐，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。这都是小事儿，哥。哎，这样吧，忙了一天了，走吧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哥，我不吃饭。哪能不吃饭呢？忙了一天了。我真不吃饭。那你咋还不吃饭呢？我减肥。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？不是啊，一会儿啊，有人请我吃大餐。真的有人请你吃？当然真的了。那行，那我回去了啊。行行行，好嘞，慢走啊，哥。哎。大餐，馒头大餐呐、你可真行，你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？有什么吃什么？你干嘛呀？怕给家添麻烦，哥。添啥麻烦呢？我吃的多。你能吃多少？就你这体格，俺们家能养六个。走吧。真行。哎呀，别老追着我行。站住，站住。哎呀，你站住。来，亲爱的，乖，把这一个吃了。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？不吃。撒溜痛快麻棱的，我爸好不容易包的，走。不是，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，我都吃了俩了。你差这一个吗？不是，媳妇儿啊，我不是不想吃，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，它有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啊？汗饺的味儿。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？我也就奇怪了，我爸今天怎么了？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。这不，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？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。太回来了，有吃的吗？有。哎，有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饺子呀，这是，我尝尝。是不是好吃？这味道是很独特吗？这，哎呀，回来了，来来来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。我要不给你留，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。爸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我带了个新朋友，是吧？志远，来来来来来，志远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志远，这是我岳父，你叫大爷吧？大爷好。这是大妈好。什么眼神啊？这是我的爸比，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。对，这是我二妹妹。哎，姐好。哎，这是我二妹夫。哎，二妹夫好。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。啊，来来来，你不饿了吗？吃吧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慢点儿。我不饿。大醋有吗？醋。
有醋吗？还要吃醋？盘子就醋啊！再来点饺子，你再来点饺子，你再给他弄点饺子。来，志远啊，你过去，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。这小体格这么能造？哎，二妹妹，给我也弄点，我还没吃饭呢啊。饺子，哎，这个小伙子他是……哎呀，爸呀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呀？哎呦，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，这吃饭这模样啊。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，哎，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。嗯，大姐夫他心善呢，哎，领咱家吃饭来了吗？这不，哎呀，我说妹夫啊，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？我怎么了我呀？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？不是，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。爸，是这样，嗯，志远呀是个有志青年，大学毕业，人家住在远郊区，嗯，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，人家要好好的学习，你知道吗？郑教授一提他呀，那都竖大拇指。等会儿，哦，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！啊，哎呦，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！哎呦，你知道郑教授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谁不知道郑教授啊？报纸上、电视台都宣传过呀，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。不瞒你们说啊，爸，嗯，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，我说郑教授，嗯，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，嗯，咱俩共同开发，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？对呀，啊，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？他同意了，说你呀鼠目寸光，看人真准。没关系，哎，商机来了，跟郑教授合作不上，我跟他学生合作呀。哎呀，大姐夫，我跟你说，这回你可立功了啊！这小伙子叫什么呀？啊，哦，叫志远，你就叫志远吧。志远啊，猴志远，志远，志远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瓜哥，呵，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？啥一盘啊？三盘，醋都打着了。讲笑，没事没事，行行行，差不多了啊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你？哎，大姐夫啊，你先别吃呢，你给介绍介绍我。哎呀，你自己介绍呗。你看这，你快介绍介绍，隆重嘛，你。好好，介绍一下，是贸易公司的啊，钱总，董事长。您好您好您好，朱大呀。是他老婆哦，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，他也管财务。哦，钱会计，对，您好您好您好，什么钱会计啊？什么钱会计啊？老总，董事长，钱总。哎，志远啊，哎，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。我可不是什么发明家。师傅啊，这我得说啊，你说，志远这个小伙子啊，志向非常的长远哦，人家呀，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，这个好。哎呦，您这算什么呀？啊，我研究的那个是啊，人类都不用吃饭了，这是一种新尝试、新科技，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可太高级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研究了半天，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。钱总，您理解错了啊。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，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？大树那长得活几千年没问题啊。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？哎，我就明白这道理。你看啊，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，但是它不吃不喝，嗯，这是啥？光合作用。哎，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没错。您想想啊，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，人要是不吃不喝呢，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。哦，您想想啊，哦，您的商机来了，哦，人类的福音也来了。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，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，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，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。您想想，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。好，我听懂了，对，我明白了啊，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，咱们什么都甭干，世界就美好了。不是不是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。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，啊，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、专业的科技团队、专业的你呀，啊，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。
对，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，您有多少钱？哎呦，我花钱？你快拉倒吧你！哎呦，我要跟你合作，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，我都。我跟你说，你还给还人不吃不喝，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，你。哎，干啥呀，陈叔叔？怎么了你？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，你可以不合作，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，知道吗？人家志远很厉害，哎爸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，还有那些摄像头，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，刚修完，了不起呀！哎呦，爸，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，我跟你说，就那玩意儿，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，一修一个好。你们两口子呀，我跟你说，志远，哎，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？对，大姐夫跟你合作，有钱。对，有钱启动资金，大姐夫给你找。对，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。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，只要他努力了，就没有搞不砸的事我跟你说，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。钱？你大姐夫没钱呐？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？对，拿着。拿着。哥，哎，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？没事，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，我还给你投进去。那这得投到啥时候？这得这么着吧，不就是钱的事吗？回头啊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哥，哎，我有个办法啊，咱从那个小事做起。我有几个小发明，咱先投到市场，咱试试水，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？哎，这个好，你这发明厉害。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大姐夫他老实，他实在，你甭想欺负他。你拿过来。哎，这我的钱，你先放我这儿。谁欺负我？我看就你欺负我。我跟你说，还有发明，你忽悠谁呢？你忽悠谁呢？你啊，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。来，说。我真有一个，我带着呢。你带着拿出来。大家真能忽悠，你也听他的你。人家有发明。什么？你谁都信你。志远，拿出来给他看看。吃你的饺子吧你。陈总，您看。哎呦，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？这可不是耳机，这个呀是个助眠仪。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，把它扣脑袋上，待会儿就能睡着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？戴上就能睡着？您试试。等会儿，垫着你怎么办？快点吧。啊，我不用，我躺床上就着。爸爸。还吃饺子？不用、啊、爸，我问问你啊，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？有一个星期了吧。哟，哎，姓侯的啊，哎，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，我把你这玩意儿啊，我给他。你别管你，我给我爸爸戴上啊。不是，哎，你那个，我不睡觉，我没耽误干活啊，对不对？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。行了吧，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，看见没有？不是，你看见没有？钱总，我爸睡着了吗？您别生气，钱总，我爸越来越精神，你就是个骗子，你。不是，钱总。哎呀！今天晚上换个馅儿，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？行啊！哎，谢谢。哎呦，这可太神奇了！哎呦，猴教授，哎呦，当教授不敢当教授，我叫大学生。猴哥，哎呦，猴哥，我跟你说，咱合作，咱定了，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！别，你干啥呀？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？我不跟他合作，谁跟他合作？你跟他合作呀？你，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？你有钱吗？你就跟他合作呀？你，我说咱俩必须合作，咱俩就开发这个，哎，这个什么助眠仪？助眠仪，哎呀，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。包给我啊，包给我，我可以，哎，我可以，我没钱没关系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，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哎，我爸跟你说话呢。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？这可商机无限的，猴哥呀！哎呦，猴大爷，我跟你说，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。哎，不行啊！哎，这个助眠仪，咱们要是搞成功了，咱俩可就都发财了。钱总，我跟您合作没关系，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，这个是成熟的项目，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，把它投到市场当中。别，你等会儿吧，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。
啊，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，我看着挺好的，前景无限呐。啊，不行，要开发就得开发。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，找那个芯片。哎呀，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用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，咱先有了钱再说呀。你那个阿里巴巴什么玩意儿的，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，那玩意儿不行。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？异想天开。对呀，钱总，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？您想想，在过去，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？但是现在呢，都实现了。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，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啊。再说了，没有异想，怎么有天开？没有梦想，怎么能创造奇迹？钱总，您就跟着我，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，把它研究成功之后，我还有新的发明，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，让它想亮就亮，让它想黑就黑，让它说刮风就刮风，让它想下雨就下雨。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，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。对了，什么那个海啸，什么地震，让他们见鬼去吧。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，我带着你一起，我们到太空，我们转一转，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，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，我们化验化验它，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。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花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猴志远，志向远大，谢谢，有梦想了不起啊！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我这必须的，哎，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。对对对，啊，我你就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？啊，你一块拿出来，我都看看。哦，别的？哟，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。那行，就这个了啊，就这个，我再好好看看。哎，我说那个志远呐，哎，你那个发明啊，可不能再给他了，明白吧？那个发明挺好的，你别给他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，哎，好吧？啊，哎，赵刚子啊。你干什么你？你撬行啊你啊！我没撬行啊，我没撬。我跟他是就是投资的呀，我知道你跟他投资。那你拿这是没啥，啥没有，没有，你啥没有？我都饿着了。不是没有了。哎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我给你行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。我当然给了。那你给，你给钱，你给钱。给你给钱。我正好，我这不这有卡，这卡里有10万块钱，10万块钱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密码多少？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啊？啊，他手机号我知道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志远，拿着钱快走。合适，合适，你需要启动资金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你。啊这给你玩吧，先。你这不是个馒头吗？钱顺风啊，10万块钱呢！哎，大姐夫，我钱呢？钱顺风，我弄死你我！哎，回去吧，我先带他睡会儿。